喝酒会伴你学软骨功，我也只是秀人格分裂神演技。정말로그런사례들이있었다고？네2008년에호주에서한남성살인범이여성인격이분비한릴렉신호르몬으로몸이유연해져서작은창문으로탈출한사건이대표적이고요你们两个怎么没有用英文沟通？韩剧 Voice 是教队长找出 Circus Man 切换男女身形的方法。여성인격일때호르몬이분비됐고그로인한유연성으로체형을조절했어그리고이장치를이용해센터장과같은몸을만들었다면우리방위한대가를치러야겠지자어떻게치러줄까안돼얘는참쌍둥이야나왜멈춰왔냐赵队长及时救出江 Center， 但 Circus Man 瞬间变回正常的东方名人格。자녀들이나를아직몰라서그랬구만나오다가감청장하고통화를했어그러니까자녀들도오해를풀어이내손주그럴사람아니야东方名的地方宗教长老阿公东关西想跑，却不知道自己的宝贝孙已经不是人。村民，村民。드레어디계세요드레님이게뭐하는일이죠작업실인가도련님제가뭘잘못본거죠도련님이작업하는안에객이살아요그치급하니까거짓말도할줄아시네잠깐만요아알았어요알았다고요아저씨파이팅도련님왜그러세요널어떻게죽일까고민했어어떻게죽여야그냥고통스러울까근데그때마다그동문민새끼가기어나는바람에